我对于作为最后一个，而且时间其实有点太晚，那是没关系啊。不过我已经从这个国外毕业十几年，所以可能作为这个总结，可能也是有年纪上的道理。其实我今天还蛮感动，在政府在为了文创一号的这个资金在吵的时候，我们还那么多年轻人为了这个台湾的这个艺术创作在这边留下来的跟大家。